两角银冬瓜茶。创立于1880年，两角银冬瓜茶名称来自于台湾光复后的年代，当时一杯冬瓜茶只卖两角，因而得名。第一代店家向清末年代的老师傅学的古早味冬瓜茶的制煮方法，并在现在台南中正路卖起了冬瓜茶。虽中途失传，但第三代重挑重量，以进来粮为名的小摊子叫卖起冬瓜茶，唤醒府城人中断40多年的回忆。